对于同婚平权全世界来讲都还没有人做到的情况之下，我是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觉得是需要的、必要的。1980年3月7号那天下午，我跟媒体第一次、国际媒体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就说我手上拿的是两把剑，一把剑是针对艾滋防治，啊，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药物开发出来，那个感染就几乎就是两个字，叫等死，只是早晚，啊，那另外一把剑是针对争取社会、国家给同性婚姻的平权运动。60、70年代已经是盛名远播了，对不对？连外县市来台北都知道公园是钓同志的场所。那以前那个时候，30年前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的年代，所以大家都是周末、假日或者是平常日的晚上来逛。那像暑假那个学生不上学的时候，你看这边有那个水池周围有108格，那会有216人，就是每一格都有两个人在那边聊聊天。那下雨天的话，大家都比较会集中在4个凉亭，因为可以遮雨。晚上的时候，有些那种树比较多的密集的地方，可能都会有人在里面卿卿我我。像这边，你看嘛，现在我这样子进来一闪，你根本就看不到我了。晚上天黑的时候，真的是我看得到你，你看不到我。有的人比较不敢在荒郊野外乱搞嘛，当然是回家去旅馆开房间。那有的人比较喜欢大自然的，才会在野外。而且我是风雨无阻，天天来，所以被这边的朋友也就把我看成像一个园丁一样的，就是同志族群的保姆。的确，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敢面对处理的，我都会想办法帮他们去争取。一个是为了艾滋的防治宣导，争取同志人权的一个，然后一个是自己本身是 gay， 不是假装 gay 的来这边。对，公私两辩。这愚公是有国家政策那个政治目的，但是愚私我也是搞找自己的感情寄托，啊，满足自己的情欲。这不是突然想这样做啊！我17岁就立志做同志人权的革命。光我一个人在默默的做，力量到底有限。那他们又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防治小组正式的委员的名义，或者是首席顾问的名义给我。那就说有一些事实上的事情啊，办起事情，如果说没有一个师出无名的话，还是没办法办成。这边这两句对联是对我比较有感，于两间留正气，为万世开太平。那两间就是天地之间，叫两间，天跟地两间之间，于两间留正气，为万世开太平。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这对联，我觉得很符合我的那个理想。关心同志运动的同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李金大同台北同志文化地景特展的开幕记者会。从80年代一直到目前为止，透过这个特展，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好，讲了这么多，今天要举办这样一个特展呢，有非常多的人要重心啊，齐心协力才能够完成啊。这位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就是齐家威，我们欢迎齐大哥。在那个书前面好不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好，
那个1986年就跟进部队进了，就开始接触媒体。那原本我的个性来讲只是沾沾酱油，没想到掉到酱油缸爬不出来了。讲地景啊，好像应该是墓碑啊那些东西叫地景。那我还活着还可以走，应该不算地景。这次的地景特展就是要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来回顾一下。你想想看，30年来有那么几百个组织，有好多事件发生，所以他们是希望说有不同的人提供一些东西。以前在 gay bar 的时候，那个白先勇跟我就两桌背对背啊。没有啦，以前我是小女孩，我就会觉得你是前辈。没有，那时候会觉得他很高，可是现在会觉得他比较没有老了会 QT。觉得齐家威他非常的勇敢，在那个时候肯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为同志发声，而且他风雨无阻的站在街头告诉大家他是谁。我觉得那时候的同志们都知道齐家威的身份，然后被他吸引。毛毛就是田启源，当他告诉我们说去找齐家威来演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赞成，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志很清楚的人帮这一出戏做宣传。而且这出戏是全台湾第一出公开讨论同志的舞台剧作品。上辩论，然后辩论的主题就是孔子是不是同性恋，因为孔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又说有教无类，可是有教无类为什么女生不能上学。我们就从这样的辩论的方式去表演，而且又因为田启源的身份，大家又知道知道艾滋病代言者是一个做剧场的，这些不能公开谈论的事情互相拉抬。孤单的斗士，我觉得他个性，他非常有自信，然后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可以说他一意孤行，可是也因为他一意孤行，有一种带头的作用。然后，即便他做的事情有一些争议、不合宜，但是我觉得每个时代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斗士。那我觉得他永远都会是台湾同志运动史的一个指标。我站在民间作业的立场，跟官方医学界配合，至少有些东西是蛮有成绩的。这有关艾滋这个事情啊，就有很多人是似懂非懂，就是政府讲的东西有时候蛮恐吓的，所以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害怕恐惧的心来看这个艾滋的问题。那已经感染的人必须要能够找到，然后才能做后续的有关医疗这方面的处理。那时候高危险群大家把它定是同志族群，男同志族群。那男同志族群他们的所谓的社交习性的生态，就是用代号、化名、假名、艺名，光是大台北地区，叫叶倩文的就9个，叫叶爱玲的就8个。你如果说叫逼他用本名，他根本不来筛检。那不来筛检的话，他有可能发病，甚至传染给更多的人。他原本是定价
800一个人自费，可是我收只收成本半价400。如果说自费，他们就来这边问那个检验师的结果。可是如果是免费服务的话，是我在付钱，所以就选择免费这样。他们一定有我的电话，就是他们会给那个我的电话，那他们必须要由我来回答结果。那我回答结果阴性的就是没事没问题，阳性的话我就要跟他约，就是约见面。约见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以后的人生要怎么样走。反正找出来有反应，就是感染的阳性反应的人，我就会带去给以前在昌平防治所，现在是联合医院昆明院区，然后由那边的专业的护理人员和医生去做追踪后续的处理。这边那个75年开办，可是那个时候经费都是我跟朋友借，而且朋友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也蛮支持的。人家说旧债未清，新债不会再有，可是我跟朋友借钱是一借再借。累积了7年下来也高达250万，可是经过那么多年7年的时间，每次做不同项目都有媒体介绍啊，什么验血的服务啦，咨商电话啦，中途之家什么这个那个的，车厢广告那个公车在台北市跑，大家也有看，所以经过媒体的报道，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之后，我就开始街头募款，从民国80年的4月1号愚人节那天，到民国85年1996年的9月30号，就整整2000天，总共募到1800万新台币。我1996年9月30号停就不再募款，然后到2001年12月31号，总共 total 那个 balance 最后是负54万了。那你想18年负54万来讲的话，一年平均才透支3万，54万的一个存款，那个功力可以做央行总裁了啦。喂，热线你好，这边是同志咨询热线，嘿，请问有什么问题吗？等一下，我拿一下资料。以服务同志为主的同志团体，对，那当然做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社会服务，像咨询电话，艾滋的逆筛，那我们也做很多的性别教育、同志教育，也提供同志父母一些支持的服务。像我们自己在团体工作，我们如果要做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通常就会内部要开会讨论，要沟通，然后会找一个策略出来。对，齐大哥他就是一个个人，那个人搞运动其实可以很快很自我。我刚来工作的时候，十几年之前，我看到他，我就哇，这个就是同运界的大牌啊，或者他就是一个独行侠，就是你会听到很多人这样子讲。这边的气氛啊，跟一般民间企业不一样，这边是每天都充满了欢笑。你吃饭了？哎，齐大哥，你吃了没有？我找不到小鲜肉跟我一起吃饭。我不是啊，对啊。你在我心里还是小鲜肉啊。老腊肉。哎，我还蛮喜欢吃腊肉。我是腊肉哎。他讲话的风格，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会一开始你如果接不到屏，你会不知道怎么开始跟他对话。而且后来我们也发现，有时候他就是自己默默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后来就发现每个月他就跑去中华电信，就是去帮我们把我们的电话费给缴清。因为我记得他第一次跟我讲，就那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在观察你们有没有在做事。对，那。他对自己很省，可是他对他认同的人事物，我觉得他真的还非常非常的肯支持我们。对，那干嘛？又是红包？哦，一个东西的钱。哎，真的，2年后那个要通过了的话，那个我看那个炸弹不晓得要多少。如果说真的帖子来了，你也不能不。那你先解啊。你先解啊！那个等到蓝绿和解了再说。我觉得看到他的情绪是特别复杂。我第一次看到他是，
可能是国中吧。可是我记得那一天在通化街看到他，他就是一个全身，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穿满了很多保险套。对，我第一个看到他的时候是怕，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我记得当天我回家之后，我还是一直想着这个人，因为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讲，小同志来讲，他就是我那个时候唯一一个第一个亲眼看到的同志。那个时候的我就知道我是个同志，但是我不敢跟任何人讲，就是很孤单。我其实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就曾经有想过要自杀这样子。他如果说在演艺圈混的，就是跟飞哥、乃哥一样，他那时候还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主持热线晚会。他很会拱人哦，他自己搞运动搞三十几年，我们这种才十几年的，为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年代他就是自己一个人，那也没有人敢跟他一起出来做，对不对？他假如他搞艾滋运动、搞同志运动已经三十年了，别人跟他的合作，我觉得，对双方来讲应该都是压力吧。对，所以我觉得与其如此，他也很清楚，就是他就是搞一个自己就可以做的运动。对，他很多运动自己做啊，告政府啊什么的都他自己来。对。他一直就是单打独斗。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报章杂志对他的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少林啊。对，我其实是齐大哥生命中啊第一个律师，说起来也是很不可思议。他过去所有的诉讼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状纸，然后自己去送状等等的。那一直要到我记得是2014年的春天，他自己先打诉愿，那败了以后，他就自己提行政诉讼。那行政诉讼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那又败了以后，要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我们的法律是规定一定要强制，一定要有律师代理。是直到这个时候，齐大哥就跑来，有一点无奈的对我说：“哎，这个就要拜托你了，我没有办法自己打这个诉讼了。”那我们也说好了，这个案子恐怕是必须要申请大法官释宪才会有一个结果。对，现在我表达我的敬意。情绪激动，跪在地上。台湾首位出柜的同志齐家威哽咽向律师团道谢，感激他们愿意协助陪同他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要以今年九月份被最高行政法院驳回的婚姻登记案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同性恋现在目前在精神医学界非常肯定的是一个正常人，那婚姻的殿堂一个是对的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对的人不能做对的事情？是齐大哥过去不需要跟别人商量，他想对记者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他想要怎么样做诉讼上的主张，他就会自己去做。但是跟律师团合作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猜测齐大哥有的时候或许也会有一点点挫折感，因为过去当然是他自己说了算嘛，但是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是会给他某些不同的意见或限制。我跟他其实没什么好的聊，他女生，你看他都这样。如果看到那个你知道年轻男孩有没有来，他都很热心哦，就是讲解的特别仔细这样子。他注意力就是在男性对象身上这样子。女生来就简答题，女生的话就是公事公办。Yes or no？Yes or no？ 2001年的时候，全台湾事实上最大的、最历史最悠久的同志组织也才刚成立。其实同志运动在那个时候才刚开始比较组织化。当初大法官驳回他的理由是说，你的申请书写的只是你的个人意见，没有具体指摘终审判决所使用的、所沿用的法条哪里具体的抵触宪法的什么规定等等之类的。对，大法官是用这样的程序理由，认为他程序要件不具备，把他驳回。不过我认为其实也非常明显的，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大法官也根本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啊。你会看到大法官在释字748，他分别隶述了齐家威作为一个申请人，他从1986年开始跟立法院请愿，然后包括申请释宪第一次遭驳回，怎么样子重重受阻的过程，
大法官为什么要写这个？大法官在说，这件事如果是一个宪法权利，它已经被延宕太久了。因为同志是人口中的少数，他很可能是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立法程序、民主的多数决的议会程序来解决。所以我会认为那个失败是有意义的。那个失败事实上大法官也看到了，所以其实而且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些失败、这些挫折，它也是累积后续很多的历史记忆以及继续努力的动能了。怎么办？现在哪边出发都搞不清楚，四面八方都是人。啊？跟你合照吗？合照。要不要给你钱？不用。谢谢你，谢谢。五月的时候我都快要哭了，谢谢。落实性别平等，落实性别平等，尊重同志人权，尊重同志人权。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小时候我哪想得到今天会搞了30年的同运才有个初步的眉目，因为还没有真正实施，只能讲八字只有一撇，还缺一撇。做社会运动，每一个运动者，啊，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毕竟同婚这个事情，这些年来有很多团体积极努力的在进行推动。教大家一起努力，那大家也一起跟路桥上面的朋友跟齐大哥打个招呼啊。有的人认为说好像自己像生孩子一样，自己经过阵痛啊，然后就分娩出来。可是我的目标不是那么直接的自己等着要用这个制度，所以比较可以形用成语形容是为人作嫁。那而且这30年过程我用平常心，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像那天视线当天很多人都喜极而泣啊，感动落泪啦，可是对我来说就还是像一般的日子一样。不是怪物，同志就是一般人，跟异性恋一样，